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好玩爱玩啊！胜利在呼唤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先上套路进野区，打对面一个出其不意，小眼一擦。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别来呀，我求你们了。本来我这位置站得好好的，老牛开疾跑 Q 他。你们走啊，不要在这里了，我真的不想。本来哥们这波上个套路美滋滋。闹麻了，真的。走走走，不，别，我求你了，牛哥。算我求你了，走吧。他们的生命已被依法剥夺。一集团不搞死一个两个的，这一团根本结束不了。走回上野去，因为这里有眼看到咱们位置的，我不想上半区跟他换，我要去守一下。交给我了。顺利。小雪人骑士，你会在吗？还没来。击鼓，进军。直接就是一个闪现干他 ，Q， 宠剑升三，哎，没升到三，兄弟们。果然，小雪人骑士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啊！我真想惩戒深山。命运，你做出了他的选择。差了一丢丢。好，我们在他的视野里进了下野区，那么他有可能会逆向思维反我们上野区。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兄弟们？他会吗？他会是个大聪明吗？好，这里有个眼位，我们回下半区守红 buff。感觉这雪人不是个大聪明啊，他的想法不是很多。我想故意给他露一下位置，然后让给他反野反尾野怪的机会啊，来就杀他。拉到草丛里，不可能给他反的，两组野区我都要守，我都要守。选择装下，刷了个蛤蟆，刷了个河蟹，16个刀。不要交技能，我要留着技能去石头人的。陷阵之阵，有死无生。好，回。之命，我想玩一把破败暴击流，怎么说呀？真的上这把破败暴击的吧，兄弟们，直接破败，然后四件暴击满暴击套，搞把暴击的，搞把暴击的，搞把暴击，不玩那个战士的了，我要当一把勇士暴杀。第一件破败，然后买4个暴击装，见谁捅谁，3枪1个。买无尽的这一把，主要这一把那边都是脆皮，都是小脆皮，所以说好像不用买战士装。
就捅他们就行了。那你还主 W， 主 W 加前期战斗力啊，又不影响的。前期伤害主要的伤害来源还是 W 啊，你主 Q 主 E 没伤害的，一定要主 W。赵信的核心伤害就 W。等你有暴击装的时候，你的等级也起来了呀。他本来就是主 W 负 E 的，到时候你的 E 技能也有等级的。前期一定要负 W， 不负 W 一点伤害都没有。好 ，A 一下，往外拉，往外拉，把三只虫拉到一块去。马佳佳觉得 WBG 打滔博几成胜率啊？我没看，最近没看过比赛。但是微博牛逼，谁让我们微进就是微博的，对吧？微博牛逼，微博牛逼。我们微博是第一战队。谁来都没有用啊！遇到我们微博都得跪下。小龙。这波不去搞血人了，回家补个装备吧，先把破败买了。这是谁的部将？我也想问这个赵信是谁的部将，竟如此之勇猛。瑞文我们要针对一下了，这瑞文八级，哎呦，还真不一定抓得死他。这波回家买星石了，八级加星石一套我都要被秒。命运，你做出了他的选择。哦，还没有买星石，那这波还能抓。有星石真有点不敢抓。星石这个等级，那真的是非常的难处理的。这就是。他还敢压，弄他呀，太装逼了，这谁受得了？收手。我根本不会交闪的。啊啊，不拉的，你在做妹爷呀？不拉的，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雪人在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。哦，来不及，已经刷完了。蛤蟆呢？无王之地。威兰普。OK。
朝里一钻，女枪马上要过来放个E，我们在她放E的，她能E，我们应该也能 W 她，不要急。只有行动才能说明。当一个耐心的猎人，马上到位。没事，用不上的。捅他，没事，不用走，钓鱼执法。这个，走。胜利。没事，假装走了啊，然后再进这个草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吃自助啊，我们就在这里吃自助餐就好了。交给我了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就吃自助餐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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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说了吃自助啊，兄弟们！武士之魂从未破灭，就跟吃自助餐一样。不限量的自助，算了，这波就算了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差不多了。击鼓，进军。他们的生命已被一把剥夺。这边下路看一下吧，这出刀要被翻，这把能被翻，哥们儿，即将凯旋，我吃都能吃两斤下去。你就这么对我没有信心吗？这个出装要被翻，我真的吃两斤。CS 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我是一个传说，这把打得很厉害，就这个意思，懂了吧？不知道的观众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观众不是在说你是个 CS 吗？就是说传说的意思，网络用语。他就说就是夸我打得好，像一个传说一样，就这个意思。抓波队友，就想拆塔，哎，就是不给你吃，从不退缩，就是不给你吃。中路推了吧，算了，我们不吃中线，不吃中线，还是接着去控先锋吧。诺手呢？我们诺手呢？被打挂机了。这哥们让人打挂机了。我们来跟瑞文 battle 一下，我觉得他不是我的对手。他们的生命被一法剥夺。哎，凯旋漂亮，无王之力，
battle 一下就 battle 一下，谁怕谁？谁怕谁？哥们就是捅。谁怕谁啊？捅他就行了。才能说明一切。没关系，节奏加快，节奏加快，这把加大分，这把真的加大分。个单卡得杀瑞文，不要让瑞文拆得太舒服了。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上塔是不是也得推一下呀？这波瑞文吃了不少经济啊，他这把要加，真的要加大分，这把顶住。上路一塔先拆了，这样子视野会大很多。就小心这个瑞文就好。其实我说实话，中后期我打不赢瑞文的，打不赢他，他的机制和素质是在我们之上的。要加快一点。他到时候搞个三件四件套的，我们完全不是对手。拿小龙，拿小龙！哎，诺手又出来了吗？什么情况？命运，你做出了他的选择。转技。勇往直前。推了，推了，推了，推了。Nice。